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休斯顿中国城。休斯顿中国城位于市区的西南方，在八号高速与百利大道交口这一带。这里呢有很多大型超市及购物商场，还有亚洲的各种美食佳肴，有各地风味特色的小吃及餐馆酒家。现在呢，我们到了百利食品街，是2年前才开业的，很受欢迎，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在这里聚会。这是一家云南风味小吃，云南过桥米线。现在呢，我们到了敦煌广场。现在我们到了香港城，这里的超市还有大多商店呢，都是越南人开的。那我到这里呢，主要呢就是去这个珍宝海鲜城，它的海鲜和点心不错。我们现在呢，到了顶好广场。带大家呢，去惠康超市看看。
今天午餐呢，我们就去顶点。顶点呢，是一家台湾风味的小火锅。现在呢，带大家看一下黄金广场。这里呢是85°C，台湾有名的咖啡蛋糕专卖店。黄金广场的对面呢，就是敦煌广场，我们刚刚去过的。最后呢，带大家到百家超市这个广场看一下。这家小熊川菜馆在休斯顿小有名气。